又到 Gogi Crispy and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来推荐一款线上非常热销食品——笑阳炸鸡柳，鲜脆可口，可自己品尝，也可以在线上销售。先把鸡柳放到砧板上，把鸡柳压平放一边，把鸡柳放到容器中，加进盐和胡椒粉一起搅均匀，腌鸡五分钟。用竹签把鸡柳掐好，然后放到锅底粉里将均匀，再放到鸡蛋里将均匀，再放到锅底面包碎里将均匀，最后放到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熟鲜脆，拿起来晒干油。把做好的笑阳炸鸡柳放到盒子里，和番茄酱一起食用，这样就把笑阳炸鸡柳做好了，可以自己品尝，也可以在线上销售。